嗨，大家好，我记得我好像做过这篇，但是我觉得这篇还蛮好的。出发集就是从一个困苦的环境中神把你带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讯息，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。所以我们要做宣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这是神百姓出埃及的日子，神要刑罚一切诡诈的在位者，神要刑罚一切诡诈的在位者，使神的百姓不再被剥削，神的子民过去所失去的要被加倍的偿还，神的子民过去所失去的要被加倍的偿还，加倍的偿还，多倍的偿还，多倍的偿还。神要在埃及地施展神迹奇事，神要在台湾施展神迹奇事，神要在美国施展神迹奇事，使人敬畏神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